刚刚，华晨宇工作室更新视频合集 Watching You， 内容是昨晚播出的华人春晚 Vlog。视频中，华晨宇一身温柔的粉色西装演出服，头顶可爱的炸毛假发，拍摄短片，然后进行演出，演唱新歌走，一起去看日出吧。视频中还剪辑进了彩排片段，彩排时华晨宇是大背头和黑衬衫的造型，与正式演出时不同。据悉，彩排同一天华晨宇出席了芒果年会，以前辈身份为其他人颁奖。不知道大家看见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造型，会不会和小编一样觉得非常惊讶呢？这种强烈的反差萌，其实在华晨宇身上见过很多次。去年的火星演唱会期间，华晨宇给大家带来了百变造型。无论是白色拼接长发、绿色接发挑染、摇滚大背头、小羊毛卷、红色挑染，还是白色挂耳染，都有各色风格，十分有他独特的魅力。他的音乐也是如此，曲风多变，难怪歌迷百听不厌。让我们期待华晨宇给我们带来更多百变造型和歌曲吧。